刀，剑乐打刀，可可香草棒，草莓天使，大可乳酪，脏脏包。现在一个人咬一口这个好了。好，这个绝对不会弄脏。它的口味怎么样？巧克力。应该是要切。哦，原来你们长这样哦。还有白色的。那果子一颗果子，我咬之后再吃。嗯，它们都有不同口味。是吗？好吃。再吃这个吗？草莓、蛋糕、巧克力、辣汁奶。一切都吃下去了。哇，里面是不是有那个草莓优格？这只手要又来挖，另外一只手要又来吃。好软，好软，软软的。像是在切红肉一样。这不是红肉吗？哇，啾啾啾，好吃。软软的，对呀对呀。是可可乳酪，超级大一个。哇，巧克力，谢谢。哇，它里面果肉好香。谢谢女士。不客气，小姐。嗯，真的很好吃哎。再来是王牌脏脏包，重头戏。预备，3、2、1，脏了，会变渣的渣渣包。吃的人或者摸到的东西都是巧克力，都是巧克力。很多层，都比大。别的，甜甜的，别弄到鼻子了。好吃哎！那有像那个健达舒淇的那感觉。嗯，所以你嘴巴好脏，牙齿都脏。你舌头脏脏的。今天面包好吃吗？好吃，期待帮我们留言、订阅、赞，看我们，拜拜。你嘴巴真的是……我吃饱了，我要过一下再吃晚餐。吃完吃到好后悔的吸管，它没有脏哎。哇，其实好厉害！巧克力酱，你一下给我打出来了！啊哈哈，你好舔，你那边真脏，看着我！啊哈哈，你嘴巴变成一条线了，我有吗？一点点。你舌头变黑了啦！还有，再舔下去一点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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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把你舌头清干净啊！不然的话，你永远舔都还不舔过去啊！你把你舌头吃干净。哇，好美味的感觉哦！越弄越渣。耶！我不要浪费食物，把你的舌头、脸都吃干净啊！看这巧克力非常多，很甜哦。你好，可可粉，全世界都变渣吧！好吧，好吧。